你大概可能我觉得至少要四十场以后才会见真章啊。变速球三振掉了林安可，一人出局。刚好一开始上来的变速球投的还算蛮犀利的啊。那变速球本来就是他比较好的一个强项啊，不过这一颗球我认为是林安可稍微有点绝对领先陈杰宪的打击。外角球杨崇威先生拉掉了陈杰宪，两人出局。哦，这一颗球压在陈杰宪的最外侧哦，这根本就是他的眼睛的最远的一个远距离的地方哦。哦，这个进了一点，相当的漂亮啊，很刁钻啊。对，刚龙虽然第一局就被敲安打，不过接下来连飙两 K， 也都做足了功课。内野的弹跳球游击手张振宇拿球之后垫一步往一垒送，刺杀了林一拳。年轻哦，就是最大的本钱。拉回来打一垒侧，南摩一样拿球之后往二垒传，三传六传一，刚龙球速领先。外侧的变化球让林敬凯挥空，林敬凯遭到了三振，两人出局。林敬凯这颗球啊，似乎棒子挥得比较早，应该是他的变速球吧？哦，对对，所以追打了一颗外侧偏高的球。那我想他会挥棒啊，应该也是基于这颗球进了一点。来了一个变化球，打者出棒。虽然第一时间没有确实接捕，但刘世豪传往一垒完成了三振，这个半局结束是对保送哦，但到最后还是化解掉一些危机了。拉回来一垒侧弹跳球，拿莫拿到球之后抛给补位的投手刚龙，完成了刺杀，一人出局，三坏的满球数。变化球拉进场内，李海威正面的滚地球传往一垒完成了刺杀，两人出局。你看这个满球数。回棒落空，变速球三振掉了陈庸基。这个半局刚龙投出他今天第一个三上三下。同样的一个球种哦，变化球还是刚龙占了上风。这个曲球三振掉了林奕泉，刚龙今天第六 K。对，滑球哦，跟这个变速球其实都投得不错哦。但我觉得这一颗球哦，进垒的位置是比较危险的一个进垒，对，策动双杀哦。反方向跑者提前起跑哦，所以拿不一样接到球只能自踩垒包。对，看起来又是变速球拉回来，二垒手正面软弱弹跳，李凯威传往一垒，刺杀掉了黄永传。来了一个变速球，林敬凯遭到了三振，今天刚龙的第七 K。 哦，前一次的三振是追打了外侧比较偏高的变速球，那这一颗啊，这个打击啊，就是比较偏外侧比较偏低的哦，那也是掉到了林敬凯哦。拉了右半边非常结实，不过直朝了联盟的打者啊，两好两坏。外角球拉进来，最后刚龙直接拦截抛给垒手，完成了刺杀选手。两好球两坏球，内野的弹跳球刚龙拿到球之后往三垒传，抓到了左半边的安打。拉回来弹跳球，李海威拿到之后往二垒传，完成了封杀，还有吊球的空间。 High fastball 要出棒有吗？三垒手认定有，